蚂蚁人们动胃条啦。还记得前几天告诉大家肯德基宣布开卖珍珠奶茶，还有另一款神秘口味国民甜点奶茶吗？原来是人气不输真奶的整颗布丁奶茶啦。这次肯德基将与1/9全台同步限时开卖夏日甜点季，一定要准时报到。肯德基台味十足的奶鸡绝配餐，把充满台味的国民美食珍珠奶茶结合美式鸡块，绝对是最酥糊的组合。不让台湾之光珍珠奶茶专美于前，肯德基也推充满童趣滋味的整颗布丁奶茶，以肯德基经典冰奶茶为基底，浓郁茶香与醇厚奶香交织着微甜珍珠及整颗布丁。不论是喜欢珍珠 Q 弹嚼劲，还是布丁滑嫩香甜，都能爽爽享受。这两款奶茶都是6/9到14/9限时贩售。这次甜点季也同时推出道地日式风味大福，除了热销常卖的草莓起司冰淇淋口味，这次还推出全新静冈抹茶巧酥冰淇淋口味，严选上等日本静冈抹茶粉，融入俄式工艺制成的绵密冰淇淋，茶味十足，多层次口感最清凉贴的静冈抹茶巧酥冰淇淋将于9/6到5/10限时贩售。肯德基开卖这么甜滋滋的饮料跟甜点实在是太过分，分明是逼人的肚肚肠肉肉。不过炸鸡配真奶加甜点的组合真的是好疗愈啊 Tilda。